有没有人熟悉这个音乐？就很搞笑，跟我一样。先打一下广告，打一下广告，很卡吗？我的网络是有一点卡是吗？有一点卡是吧？我等你一天了，不会吧？那么夸张？打一个广告，欢迎大家来到993，前往既专业又有舞蹈颜值和舞蹈，既专业又有舞蹈颜值的频道啊。然后我是主播淘宝宝，声音好粗，我是嗓子哑了，真等一天了，那是辛苦你了。然后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第一支舞蹈，你去哪儿了？你猜。好的，接下来带来第一支舞蹈。那第一支舞蹈跳完累不累？我超级累，我嗓子都哑了。石榴姐是什么鬼？我是桃子，不是石榴，不是。石榴是什么东西？石榴是什么东西？我有点懵逼。现在也没有石榴啊，那是什么歌？那是一首Very very so easy 唱的英文歌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啊。非常感谢刚才送哥哥的礼物，我们点关注的，点爱心的啊，来
舞蹈也看完了，让我知道你们的存在。来，这个时候是时候你们站起来的时候了，把爱心使劲往上点，看谁有多厉害。来，让我见证你们的奇迹。 1,2,3,4， 感谢这个彩虹哥哥，难道只有他一个人独霸全场？感谢这个我有点害羞的名字我这个搞笑，关注看他视频，谢谢。把这里的直播通知网上勾一勾。哇，你们还是很强的，哇哇，好，6666666666，我为你们鼓掌。 very very sweet， 超级棒超级棒啊！打一个广告，然后大家把这里的五星五秀嗨翻天预约一下，然后点一点淘宝的直播通知，勾一勾玫瑰花，然后666，哇，你们手速好快，66666，不服，谁都没服过，就服993的你们，真的。接下来第二首舞曲，然后你们选一下啊。哎，看过我视频，谢谢。我不是火龙果，我是桃子，不要再纠结石榴什么火龙果，我压根没见过。感谢感谢我们家宝宝。然后第一首叫 Good Luck， 这边 Good Lucky， 然后第二首叫 Go Eight， Go Eight， 然后你们勾二跟三，二跟三，我是桃子，二跟三，二跟三，嗯，对的，我是又搞笑的桃，猴子偷桃，谁变成猴子就偷谁。孙悟空会变的，扣二跟三，来，扣起你们的小手，3 2 1，二是吧 ？Good lucky， 好的 ，Good lucky，OK，、okay, 恭喜这个刚好看见你，你怎么不说刚好遇见我呢？哎，也是没谁了，没谁了，没谁了，你们666啊，麦兜，猴子，啥都有，怎么我今天上来是演《西游记》的吗？上来演《西游记》来了，好，来，我们带来一首《Good Lucky》。好的。
놓치지만 lucky lucky 굴러 나는 너의 lucky lucky 哎呀，怎么一歌曲那么嗨都吓到我了，吓到我了，吓到我！刚刚好可以是什么？感谢哥哥的礼物，谢谢。哎呀呀，兄弟们吃桃子，现在桃子卖的老贵了，卖的老贵了，就是，哎呀，不知道怎么说，特别是像我这种水蜜桃、仙桃，就天价，无价之宝，you know，understand？ 我是猴子，谁变成孙悟空谁就赢了。谢谢啊，谢谢所有送礼物的哥哥。那咱们第二首就是，现在我们选一下我们第二场要穿的衣服吧，因为桃子是比较喜欢黑色系的啊。然后咱们看一下衣服，然后第一个是黑色的套装，第二个是黑色的连衣裙，然后你们扣一跟二。 别穿，还有人说我肥，水蜜桃越肥越学问越多，是不是？有人说我肥，扣一跟二来扣起来，扣起来，三二一，二是吧？黑色连衣裙，好的好的，恭喜这位八五八八全是八，你咋不一路发呢？发财了哟！感谢你们来玫瑰花，谢谢。 哎，叔叔，我的嗓子太哑了，老性感了，真的老性感了，是吧？那接下来咱们就跳那个 Go Eight 啊，Go Eight， 然后你们不要再扣了，扣完了还扣，有这时间给我点关注，扣扣扣，往死里点，往死里点，然后把那个爱心点一点，然后把那个五星五就嗨翻天弄一弄，先喝点水。哎呀，你这么心疼我真好。 谢谢你的心疼，谢谢你，嗓子跟我有的一拼。我们老师这么告诉我的，我是属于那种磁性，就是很迷人 ，very 性感的嗓子。<笑>好了，那再话不多说，我们来跳跳完了最后一支舞，记得哦，然后你们爱心要一直点哦。 不然你们都被我迷倒了，可不好了。嗯，来，我们再带最后一支舞。咦，他又藏起来了。我家音乐老调皮了，我告诉你们，老是藏起来。好冷，冷啥呀？ I got it.